那我们的心不平怎么行呢？啊，为什么不平？有我，有我就不平，我总比别人强一点，叫傲慢呐、啊。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有我就有傲慢，啊，你不承认也不行。佛说的很好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有我，你有莫那什啊，莫那什是四大烦恼常相随。啊，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？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那就是我啊。下面呢，这是介绍这个经了。这个经七理七机，这最难得的了。啊，佛以本经之殊胜呢，在于七理七机。啊，理是什么呢？离是自信的，慧能大师，中国人，我们提起来格外的亲切，尤其是是广东人，啊，我们居住的环境是广东的地方，特别亲切，啊，他老人家开悟了，啊，开悟了一年。24岁啊，我们称他老人家才有德行啊，哎，其实他不老啊，24岁啊，啊，开悟的时候说了5句话，20个字，啊，何其自信，没有想到自信，自信什么样子？本自清净，在第一句，本不生灭。第二句，本自具足。这个具足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这本自具足啊。啊，具足是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相好，这自信里都有的。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啊，能生万法就能现宇宙啊，能现万物啊。我从哪来的？自信变现的。所以这个是能生能现。能变，一切万法所生、所现、所变，能生的是理，所生的是事，其理也。啊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啊，自信本具的德能的理，啊，即。是讲的众生对象啊，这部经的是对象，哪些人可以学？什么人都可以学啊，上中下是三根普被，立顿全受啊。啊，下面这两段呢，就为我们说这个问题。先说理，理者，是即离体，一切真如实相，真实之本际也。这一句是讲理，啊，什么是理呢？我刚才跟诸位讲的好懂，跟此地的三句话完全相同。啊，实是真实，啊，实际就决定不是假的，
啊，这是离体，就是讲的自性。啊，讲的是能生能现能变的这个东西。啊，这在哪里呢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它不是精神，它也不是物质，它没有形象，六根接触不到。啊，我们用想象都想不到，你想就想错了。啊，到你时候什么都不想的时候，它就现前了。啊，所以佛经上常讲这桩事叫不可思议，你不能去想，你也不能去说，说不出，也叫做真如实相。啊，实相是真相啊，啊，真实的本迹，我们用现代话讲，真实的本体，啊，在哲学里面叫本体论。啊，哲学上所讲的本体这个概念，到现在还都是模糊的概念，没有定论呢。可是在佛法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丝毫模糊没有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许许多多的人他证得吗？啊，释迦牟尼佛首先证得，在菩提树下。啊，学生当中许多人也证得，啊，证得就叫成佛。啊，在中国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，啊，真正证得这个境界，有几千人呐。啊，禅宗里面，禅宗录里面，1700则公案，那就是1700多人他们证得的。他不是一个人呐，啊，除这个之外的，还有教下的，大开圆觉也是这个境界，净土宗的念到离业心不乱也是这个境界，啊，离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，啊，所以这不是假的，啊，证得之后你让他们讲讲。啊，让每一个证得的人讲讲，意思都相同，大同小异，说的话不一样，却意思完全一样。啊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里头就只有科学精神在里头啊。啊，他不用科学仪器来求证。啊，他用禅定的功夫。啊，禅定什么？放下。放下妄想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就真的了。我们实际上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！所以世尊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常说：“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”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？你迷了。迷了自信，并不是自信没有了，自信在，你迷了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有个比喻，比喻得很好。啊，言若大多，迷头认眼。啊，佛讲这个故事。啊，说明我们凡夫迷失自信的样子。啊，这个故事要照佛经上讲的，我们还是不太好懂。啊，我们还有更好懂的故事，跟这个意思一样的。啊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，跟日本人打仗，抗战期间。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就有军训课程。啊，就有了课程。啊，那到中学更不必说了。
啊，很重要的一门功课啊，兵训里都有紧急集合啊，限定三分钟之内服装整齐要到操场集合。那常常有这个眼若大多迷途人影的这故事出来了啊，紧急集合大家慌张紧张啊啊，这一紧张就迷了啊，帽子已经整整齐齐戴在头上了，服装穿整齐，出去集合了，到处去问人，问同学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？啊，慌慌张张在找帽子了，就迷了嘛。啊，同学也知道，你帽子不是在头上吗？一摸，果然在头上。有没有失掉？没有失掉，迷失了啊。佛举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自信跟佛自信没有两样。现在在不在？在啊，那为什么找不到呢？迷了啊！什么时候觉悟了，你就叫佛了。你在迷的时候，就叫你这个凡夫啊！就像紧急集合的人，帽子真戴在头上，自己不知道，到处去找啊！啊，就这种状况。啊，那么这三个名词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啊，解释很难解释，慢慢往后看渐渐就懂得了啊，心越清净你体会就越深啊，这个浮躁是我们学习最大的障碍啊，浮躁要不除掉的话永远体会不到啊！你所能学到的是语言语，是皮毛啊，是这些文字名相，你学的这个东西，真实的道理你没有办法知道啊！你的心越清净，体会就越深啊！到你平等心现出来了，差不多。你纵然没有开悟，也接近开悟的边缘了啊！清净是见思烦恼淡薄了，见思烦恼断了，真正清净心就现前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平等心现前了啊！那我们的心不平怎么行啊？为什么不平？有我就不平，我总比别人强一点，叫傲慢呐、啊。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有我就有傲慢啊，你不承认也不行。佛说的很好，为什么呢？你有我，你有莫那什啊，莫那什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啊。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？大乘法里头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、那就是我啊，不是父母生下来才有我，父母未生前就有我啊。啊，在我们一般人讲呢，灵魂，在佛法讲不叫灵魂，叫灵性啊。他有没有我执？有我执的时候叫他做灵魂，不叫他做灵性。为什么呢？他的活动空间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他在六道里头转出不去啊。为什么？他迷了。他是觉悟了呢，他就超越六道了，那就不叫灵魂了，叫灵性了，他那个活动的空间就大了啊。那个活动的空间是十法界啊，他也出不了十法界
啊，为什么？他还有起心动念，因为他无明没破。无明破了之后啊，灵性的名词也没有了，叫自信。他还原了，回归自信了。啊，那叫什么？那叫佛了，真佛，不是假佛。我们今天烦恼从哪里生的？不可得的一定要把它得到，你不是叫自找麻烦吗？啊，你的苦恼没有边际啊，一下觉悟了，苦恼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只要一念迷了，迷了就是把自信变成阿赖耶啊，阿赖耶里面的三细相，这个转向就是摩那识啊，摩那识的头一个我见啊，我见就是执着有个我啊，拿什么的我呢？执着阿赖耶的一份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一分能量，叫大家好懂。用现在名词，一分物质，啊，或者我们不说能量，说得更清楚一点，一分信息。摩那是信息，阿赖也是能量。境界相是物质，现在科学讲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啊，能量、物质、信息，哎，跟阿赖耶的三细相是一个意思，但是他讲不清楚啊，物质从哪来的，信息从哪来的，能量上他就不知道了，他就不晓得了啊。佛法里说一体，那就是自信啊，在不迷的时候，是一体。你分不出哪是能量，哪是物质，哪是信息，分不出。就是能大师所讲的第三句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”他有，他不显啊，他显现出来的时候，那是有个缘分，那叫一念妄动啊，起了一念呢，他就现行，就能生万法啊，能生万法，我是正报，环境是依报，依报跟正报同时起来的，没有先后啊，这个在《还原观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从一体起二用啊，二用就一个是我们的珍宝我出现了，另外一个我的生活环境出现了，就是宇宙啊，这个是现代科学哲学都没讲得清楚啊，在佛经上面3000年前讲得这么清楚啊，非常可惜，这些科学家们没佛报，没看到佛经。要看到佛经啊，我相信那些人很聪明啊，啊，一定大幅度的提升他的境界。啊，这为什么说你有烦恼呢？摩那识，你看有我见，跟着我爱。我爱就是贪，我慢就是嗔恚，傲慢嘛，跟嗔恚是连带的。我痴，所以我见、我爱、我慢、我痴，四大烦恼常相随呀。啊，你怎么会不傲慢？说傲慢与生俱来的，自然带来的啊，一念不觉就迷了，迷了就产生这个现象啊。啊，实际离体里头没有这个现象，
啊，他的现象是什么？是智慧，是德能，是相好。啊，一念起来说，他就迷了，就变成贪嗔痴了。啊，就这个信息就发生了。啊，也叫真如实相。啊，真是讲的体，能生的，啊，能生能现的本体。如是讲的相。现象啊，现象是从本体变现的，现象跟体是分不开的，所以叫性相不二啊。啊，这个也不好懂。古来的祖师大德啊，佛经上也有说，常常用精跟精气来做比喻啊，把精比作体真。啊，精所做的这些器皿，那是如，怎么叫如呢？它就是精。啊，你说把黄金，啊，做一串念珠，这串念珠是不是黄金？是啊。啊，把它做个戒指，啊，做个手镯，做个茶杯，那都可以做啊。啊，所以说是。相如其性，性如其相，性相不二。你从相上你就看到黄金，那你真识货 啊。如果你不识货，你把金跟这些器的时候分开了啊，我让你啊拿黄金来，你看看那个所有这些器皿上。没有啊，这没有黄金啊。啊，镯子是不是黄金？啊，杯子是不是黄金？这碗是不是黄金？全是黄金做的嘛。啊，叫你拿黄金的人找不到。这什么？迷了，就迷了自信了。悟的时候拿黄金的随手拈来。样样都是嘛。啊，所以性相不二啊。啊，性没有现象，虽然现的现象像是幻象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大乘教里面常讲啊，万法皆空啊，了不可得了，这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都是给你讲真话。啊，这真如。啊，实相实际上就是真相啊。啊，你要认识真相，真相是什么？相里头有性，性相没有离开，这是真。啊，心不可得，相也不可得。啊，心要是不可得，相怎么可能能得到呢？啊，所以一部600卷大般若，佛给我们讲什么？就是讲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我们今天烦恼从哪里生的？不可得的，一定要把它得到。你不是叫自找麻烦吗？啊，你的苦恼没有边际，一下觉悟了，苦恼就没有了。啊，真相明白了，不再执着了。啊，不再打妄想了。受想行识都不可得，都是假的。啊，受想行识从哪里来的？是从自信里来的，自信有四境的。见闻觉知是真的，迷了之后，从见闻觉知就变出受想行识。啊，受想行识我们称之为心理呀，啊，那心理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
啊，真心里面是清净的，这清净平等觉那是真心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肯定是妄心。我以为以为怎样，我以为怎样就不能修随喜功德，就不能恒顺众生。我们大家发现啊，真正要拯救这个灾难，能不能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正如法的道场出现了，怎么整个地球人灾难都没有了？什么道场呢？僧团。什么叫僧？僧的意思是六合敬啊，里头有六个条件的。这六桩事情都做到了，就是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行，这叫众啊，这就是个团体啊，遵守佛陀的教诲，见火同解，这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建立共识啊。我们在一起修学的人，思想一致的，见解是一致的啊，没有矛盾，没有对立啊，这个是六合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条件。第二，戒火同修啊，大家在一起一定要守规矩啊，规矩是什么？规矩是戒律啊。第三个是生活同住啊，这我们住在一起，口和无争啊，大家是一团和气，没有争论啊。一火同月，在一起修行，在一起生活，欢欢喜喜，法喜充满。最后一条，利和同均啊，也就是我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待遇是平等的啊，没有哪个人有优越的啊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，他僧团里面呢，就这么简单六个规矩啊。他的僧团很大，1255人，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啊，人人都能够遵守这六条。现在能出现这么一个僧团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诸佛护念，一切天龙善神拥护，你这样不会在那啊。但是这样的僧团，我在30年前第一次1977年到香港来讲经啊，我遇到喜成法师啊，我们非常投缘啊，很谈得来啊。他是香港也是佛教领袖之一啊，也早几年都往生了啊。我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啊，我说我们能不能发心找5个出家人，志同道合，五比丘，我们来落实六合敬啊，来组这个僧团啊。他听了很欢喜啊，我在台湾，他在香港谈得很欢喜，没法子落实啊，不容易啊。现在道场2个人住在一起都吵架，那怎么行啊？啊，真能出现这个僧团的时候，
这一个地区灾难就化解了。有没有人肯真干？啊，怎样才能落实呢？做到无我就落实了，起心动念想别人。如果起心动念第一个念头想自己，就不能落实。啊，入佛门头一关呢，破我执啊！哎，你看这个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五种，头一个就是身见。啊，认定了这个身是我，一切都是为我身去着想，坏了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啊，就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全起来了，怎么能跟人家合伙？啊，所以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，不再给别人对立了，啊，不但不跟人对立，跟一切事不对立，跟天地万物不对立，那叫破边界，啊，然后再破成见，那么叫默认成见很深，啊，我以为怎样。我以为怎样就不能修随喜功德，就不能恒顺众生。那必须把成见放下，你才能修随喜功德，才能够修恒顺众生，这才是入佛门的第一步啊。啊，小乘是须陀洹呢，大乘是华严经上初信位的菩萨。啊，虽然才入门，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。所以一切诸佛护念，你是真的佛弟子啊。那佛怎么会不照顾你啊？啊，龙天拥护啊，鬼神尊敬啊。所以这样一个僧团出现呢，这个地方就有福了。啊，有没有四五个人真肯干呢？舍己为人，啊，起心动念为释迦如来正法救助，起心动念为这个世间一切苦难众生，不要想自己，把自己忘掉，才能做到六合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想什么就现什么境界。我今天想阿弥陀佛，我想我的自信的心得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我跟大家说，我们要把今天当作我这一生最后的一天。啊，明天早晨起来，我又是最后一天，天天都是最后一天，你就什么都放下了。你才能得到清净心呐！来到这个世间，两手空空而来，走的时候还是空空而去啊，什么也带不走啊！啊，一心向佛，心里头什么都不要放了，只有阿弥陀佛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到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，就这一念，除这一念没有第二个念头啊！万缘你才真放得下了啊！灾难来了怕吧？不怕，我天天想阿弥陀佛，天天想极乐世界，终于时候到了，我去了啊，丝毫恐惧都没有啊！啊，天天在等待，
天天在向往啊，这就对了啊，这不是消极，这是积极啊！啊，我这一天，这是我最后一天，我必须断卧修善，我必须积功累德啊！为什么呢？提高自己品位嘛，应该的嘛。苦难众生，我有一天和一天，我全心全力帮大家一天。啊，我帮大家一天，心底干干净净，就三轮体空，啊，绝不着相，啊，念念不舍阿弥陀佛，啊，真能做如是观，真干，能够有四五个人。这个活合僧团就建立了啊，在哪里呢？就在这个小道场。这个小道场光照大千呐、啊。我们修过望京还原观的人都知道啊，念头才一起，立刻周边法界啊，这讲信息灵通，毫无障碍啊。速度比光的速度快，比电磁波的速度快啊！念头才起，周边法界啊，诸佛菩萨知道啊，天龙鬼神也知道啊，啊，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要有坚定的信心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啊。那么这部经，现在我们学这部经，这部经就是引导我们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一生成就，圆满菩提。所以经里面所讲的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无障碍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，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，是华严密二之奥之离体，正在本经，故曰切离啊。这个经上跟华严经上讲的人完全相同。至于契机呢，这更是本经之独胜。这句话讲得好啊，独胜啊，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那讲契机的话，那比不上这部经。所以这部经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，为什么？它契机经嘛啊，这个方法任何人都可以学啊，简单容易，文道成就还特别殊胜啊，这种法门到哪去找呢？所以经中之持名法门，普被三根，其受繁盛啊，这独胜呢 啊用的什么方法了？用念佛的方法，念佛的名号啊，你念四个字行，阿弥陀佛，念六个字也行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这六个字都是梵文音译的
啊，南无，意思是皈依、皈命、尊敬啊，有这些意思啊，这南无的意思。啊，阿都可以翻成中国字，啊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无量觉，啊，无量觉是什么呢？是自性。所以这个名号是我们自己就当人自信的名号。中峰禅师在西念法寺上讲得好啊，啊，阿弥陀佛是自性弥陀，西方极乐世界唯心净土，不在外面。啊，一切法不离自性，弥陀跟极乐世界也不离自性，那换句话说，是我们自性变的。啊，自信弥陀啊，啊，再说别一点，自己念自己啊。我不念贪嗔痴慢的，我不念自私自利，我不念名闻利养，我念自信啊。啊，自信是无量觉啊。啊，这个大经里面常常讲，这我们听得多了，学得多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想什么就现什么境界。我今天想阿弥陀佛，我想我的自信的心得啊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？明心见性就是望境还原了，用这个方法无比的殊胜了。领悟的基本条件，心地清净，这很重要啊。佛法里面讲这三昧也的心地清净的，清净心生智慧，在净土中殊胜，实在讲是无比的殊胜啊！为什么呢？净土中烦恼一品都没有断啊，断烦恼真不容易啊！啊，断一品烦恼。就是圣人了，不是普通人了。啊，见思烦恼里面你断一品，在小乘你证得须陀洹果了，在大乘像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实性位里面初性位的菩萨了。虽然地位不高啊，在小小圣啊，好像是这个佛学的学校啊，小学一年级啊，你已经是进了学校了，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，你是真正的佛弟子啊，初心位的菩萨啊，他断烦恼的功夫跟须陀洹平等啊，相同。啊，所以他真是小圣，他没有离开六道，虽没有离开六道，他决定不堕三恶道。啊，所以叫真的什么呢？三不退里的唯不退。啊，他永远不会退落做凡夫，啊，不会在这个恶道里头。即使没有佛出世，世间没有佛法。哎，他也能够啊，这在六道里的寿命都有一定的，人间天上啊，人间死了到天上，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，人间天上七次往返，他就成独觉了，那是没有老师，他独觉了。
啊，为什么能成独觉呢？独觉没人教啊。我们可以想象到那善根深厚啊，佛菩萨还是照顾他啊，所以照顾他了不明显，我们一般人没有觉察到他有感受啊，见色闻声他都有领悟啊，这个领悟的基本条件心地清净，这很重要啊！佛法里面讲的三昧也，这心地清净的，清净心生智慧啊。如果遇到有佛菩萨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，他就变成声闻啊。闻佛菩萨讲经说法开悟了，没有遇到佛菩萨讲经说法他也能开悟啊，时间长一点辛苦一点啊，但是他领悟的能力很强啊，那我们要问了，这样的小圣，也就是现在讲条件吧，啊，这个佛门大乘，这实性位这个小学一年级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，才能进去？啊，大乘教里面经典上常说，你要把五种见惑断掉啊，见思烦恼嘛，啊，见是什么？我们讲看法，有五大类错误的看法，你把它舍掉就行了。往上去，那就是思惑，错误的思想啊，你错误的想法。错误的想法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。诸位要晓得，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不是真的。自信里没有，可是你现在有了，你现在有了这个东西，就是有了六道轮回。啊，思想上的错误，见解上的错误呢？头一个是身见，执着身是我。啊，我在哪里啊？一定是这是我，这个麻烦大了。这就是你永远不能离开六道。啊，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啊，虽然没有契入境界。啊，佛讲的太多了，我们也听明白了，知道身不是我。啊，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衣服，我身上穿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，我的衣服。啊，不是我。啊，诸位要知道。我所有的是有生灭的，我呢，我不生不灭呀。啊，这身体能不生不灭吗？不能。啊，身体是有生灭的，啊，我们有生灭了。啊，外国哲学家也很聪明呐。啊，他讲什么是我，他不说身。他说我思故我在啊，这就比一般人高明一点的，我能够思想，我能思想那个，那是我，这个肉身不能思想，是无知嘛啊，
这也就是说，我这个身体精神内部往生活，物质有生灭了，精神没有生灭，比一般人高一点啊。那我们在东方一般称为说灵魂啊，灵魂是苦啊，执着这个，执着这个，它虽然是不灭，它在六道里面舍身，它就投胎去了。这个事情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！现在最明显的啊，算得上是科学的证据啊，西方的催眠术啊，很多人看过美国卫斯博斯的报告啊，其实美国那边同学告诉我，比他高明的人很多啊，没出书，他这个书出来之后被人家翻译成30多种不同的文字，在全世界流通，他出名了啊，当然也算是很不错的啊，这个催眠是很有成就的一个人啊。最近这几天好像他在澳洲啊，澳洲同学告诉我他在澳洲啊，我本来想找他啊，找他来给我们做几场报告啊，他的时间也是排得非常满，各地方都找他啊，从催眠里面知道人有过去式，过去不止一世啊。啊，有人在催眠里面呢说出10几世20几世啊。我看到卫斯报告里头曾经有一个人呢，好像有好几十次啊，推到前面的时候推到差不多4000多年啊，在上古时代，他们居住还没有房子，居住在洞穴里面啊，在那样一个时代啊，这就是灵魂转世啊，六道真的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